千金千金宝贝粿，千金啊宝贝粿，就是母猪嘛，母量嘛，母重嘛，这个千金宝贝粿，母猪母量母重，不是那种无意思，你一千块的粿当中，你母猪母量母重，那叫啥意思？不简单嘞，本地人听话派，恁看搞不搞母猪母量的粿？母猪我好打鼓了，我换一个平台，那是做苗了，打鼓是不？无好诶，我听到无佮意，我嘛是自调诶，够无做，所以做自调诶，好诶话做，阿爸话做，所以当初我们讲，大家讲跟不熟悉诶人不熟，你慢慢去爱先，慢慢去爱我，哦，先甲我开始对应我诶物件，伊是你诶心性跟你讲诶，叫做啥？叫做认错，认错，啊，所以既然咱认错，就代表呾。那么，迄个难做的物件，就非得新闻得出来。其实，人家讲的先较好，然后迄个延期嘛，延期内底当中，你的心若不严重，我请问，阿弥陀佛，无关系嘛？人家正常，你若要生心嘛无关系；人家要改变，你若要生心嘛无关系。那不是，但是咱都只要心的内面问到，听到好，欢喜到要害；听到歹，气到要害，拢要害。好、哦，所以因为今日去这道理就来讲，菩萨在把正果的当中，一定爱要注意两条，这两条呢一定要。但是，其实你讲是简单，我嘛想讲是简单。我想讲，讲会惊死人嘛，啊，若做人笑死人。伊难道连咱讲的对嘴讲就简单嘛？但是面对迄个境以后当中，咱受不了，真正受不了呢。好、哦啊，所以你今日一定真正修行到，爱对咱这个心开始下功。真正无下功，我是咱吃亏呢。无下功，我是咱吃亏啦。哦，对对，反的讲原来是那个反的，所以呢，经验啦，吼、哦，这段经文我们爱注意，这个点就是菩萨依菩萨的教育方便，吼、哦，不是凡夫过失的方便的教育。进行那个呐，三千、两千、四千、一万九，用九年修行不熟，用九年比三千、两千、四千、一万九，我是四年顶多经历到，不，用九年，这个人是讲什么人？当然，这个人也是那么依旧奉有互相的贡献，拢是善人路啊善路，哦，我是修行之人，那今日你这嘛是阿弥陀佛心，凡夫的人。那你凡夫的内当中，伊其实七宝内波斯当然凡已经七劫嘛。伊然那个我用三千来千世的七宝内波斯，有这个无？当然听这啊。哦，这是个凡夫的问题。但是咱今日去讲到这个时阵，你一定要注意，这个不是凡夫的教育。所以呢，初菩萨、信经菩萨是无分别。哦，就安尼，这个菩萨跟那个菩萨，哦，伊个讲哦。若菩萨以满盈如山所七宝前菩萨，应该恁知影吼？盈如山所七宝啦，较早有讲三千、两千、四千七宝，那不得太空这个物件，就叫做数据，叫做数量嘛。啊，这个数量，你甲看，迄、那个盈如啦吼，盈如前讲有八千公里啦，哦，对尼泊尔喜马拉雅山的源头。我们行到弯道就对了啦。啊，绕过经过印度，哦，尼泊尔、印度啊，走遍大海找我哦，是八千公里啊。那这个这条河，当然离印度那个公公园叫做秀河啦。这条叫秀河，离天河这条水，这条河我叫做天上来，南印印度我叫做天上来啦。你。世界上界有的山叫做喜马拉雅山，对啦，叫做。那这条河有八千公里的两边的山啦，吼，的山啦，一条山。咱台湾吼，看到高山还是真大点，但是你印度说看到的山，你若好飞啦，叫做好飞山啦。迄个山是一个真幼细的物件，但是伊按解释讲。他说：“有人呐、啊，吼、哦，用两边天河刷索，
比前公益一粒山，伊一粒山就是一个七宝，一粒山就是一个七宝，一粒山就是一个七宝啦吼。安尼跳啦吼，啊，这个算数我袂晓算，你算好。可能有倒哪算着啦？伊讲讲重庆落山数七宝，啊，这个讲太水个，咱知影着讲，这种叫做无同意算伊个物件。但是讲起，这个数据是无限量的多啦。但供养的钱呢，比三个供养无限量的多啦，这个无限量啦。那因为这无限量的多，这个人当然，咱来知影啦，那就是讲，伊就是用这个七宝来去布施，施用布施，施用。